这两天啊，也不断有人给我发短信啊，发微信，说这个襄阳啊，这个襄阳的这个华侨城啊，给南阳人民的一封信啊，这个报道说呢。 我们有30万人，啊，到襄阳去消费，啊，就是还打出了一个题目口号：南阳挣钱，襄阳消费。啊，这件事儿啊，说句实在话，我听了以后对我刺激很大，啊，那么为什么在南阳挣钱，在襄阳消费呢？是吧？ 说明我们的服务业，我们的文旅文创产业。